是看某年的慈悲，我是阿凯啊。某年的香火真旺，信徒真多哦，遍布伫国内交海外，敢若伫咱台湾啊，佮有超过2000间的慈惠堂哦。古早有足侪册拢有写，讲某年话足慈悲的，伊身躯边啊有足侪长生不老的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药啊，代表啥物？救人交长慧是哦，古册写讲某年是咱大地万物的母亲，伊足慈悲的。这边啊，咱中华瑶池金母慈善会特别制作这个节目。希望大家啊，会当了解母女嘛慈悲的这个精神哦。大家爱重视家庭，重视孝道，会当达到啊母女慈悲普度众生的这个目标吼。今仔足欢喜的哦，咱现场四位贵宾哦，第一位，大家啊只要是拜母女的啊，一定都拜。是咱这个松山慈惠堂开山的这个宗师哈，郭宗师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第一。你好哈、哦。啊，第二位也是南岛来哦，南岛咱这个德知慈惠堂的堂主陈立本陈堂主，你好。无量慈悲。哎，第三位是咱这个松山慈惠堂的副堂主啊，杨丽花杨副堂主，你好。无量慈悲。哎，第四位就我们的教授啊，李凤茂李教授。无量慈悲。哎，李教授啊，以前是政大这个教授，哎，嘛是中央研究院的这个研究员哦，伊就足特别咧，伊个有道士的这个资格哈、啊，所以大家拢称为叫做道士教授。哎，大家好，来请教这个道士教授哈、啊，来，咱先来请教这个宗师啊哈，大家一定足欢喜宗师今来咱的现场。宗师，我即几天甲大家开讲，伊讲，哎，大家拢讲母娘慈悲对不对？即句话听讲一开始是你第一个讲，因为是咱作为人提出这个。母娘慈悲，咱人吼生这个灵一直是母娘给咱，肉体是咱的母亲给咱，所以今仔日给咱这个灵的伟大，在这个世界母灵世界你嘛行袂过啊吼，所以给咱我迄个时阵就母娘讲，我就甲母娘讲，我要给这个名叫母娘慈悲，啊，这大家拢有老母嘛。每一个人都有老母哈，啊，会当替老母的感恩，啊嘛替母娘的感恩。所以咱大家拢当着拢会讲母娘慈悲，原来是郭宗师迄阵开始想的一句话。对，我都甲母娘嘛，母娘讲好，就安尼开始。好，来，咱来请教你教授者，你对这个母娘的文化叫道教足足深的这个研究，你甲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母娘这个文化，这个信仰啊，在咱台湾到底是安怎来？听讲民国38年母娘降界是足兴的，迄阵开始救足侪人。其实哦，这个母娘啊，在了中国的女神内底哦，伊时间是可能是上古早的哦。啊，本来哦，伊是哦神话内底，咱的《山海经》顶都拢有记载，古籍内底都有记载。哦，啊，落尾。道教创立了，有缘吼，母娘在这女神内底地位是足高的，所以那个母娘和昆仑吼是连做伙，所有的这地主，你吼有神仙的吼，一定爱去母娘遐吼去顶落，伊吼有这个昆仑山，那个上昆仑山上天顶，但是吼落尾，那大家拢了解。因为大陆这个文化大革命啊，吼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有一天吼、哦，母娘吼、哦、伊分游世界，伊到台湾这个所在吼，伊闻到香香，哦，伊讲啊，我和台湾有缘吼，所以伊讲决定吼、哦、要带台湾主教，哦，所以讲起来时吼、哦，母娘吼、哦、和台湾都是有缘分，所以母娘的地主吼、哦，伊讲要借势。嚯、哦，这是也是一个大事姻缘呐，哦，所以这个经过吼、哦，就是讲迄个民国38年迄阵都尴尬了，对对对，开始救人，对，因迄时阵吼，大家未使拜啊，哦啊，所以吼母娘吼，伊安尼对甘含台湾有缘分，所以主驾台湾吼、哦、来祭祀，讲起来这是真神圣的任务啦，嗯，所以总书就是讲从古早时阵母娘就救足侪人，是不是？因为咱注意当毛地大陆、京川啊，这个新疆
去拍一支要得金六段嘛。哦，要是金六段啊，一种酒油。嘿，对对对。嘿，啊，迄个时阵，都伟大拜母娘的时阵吼，我感觉伊足伟大的所在，就是讲，你今仔日你出外拄到足大的困难吼，母娘同款会甲你化解。哦，阮去昆仑山的时阵是寒天啊，十二月啊。要回来吼，迄阵倒回来去山顶的时阵，去迄个昆仑，咱天池山顶，迄拢是足寒足寒，迄冰拢落到这个岛啊才寒。啊，落雪落到这这岛啊才寒啊！我甲坐飞轮机吼，落飞轮机吼，我都无法度起啊。哦，足冷的吼。冰就伤冷，拢无法度。所以咱今仔日伫拜母娘，母娘伊个伟大，所有伫拜拜天下间的所有的人嘛足伟大。嗯，嘿，每一个人有开伫母娘的庙的内底，拢是足虔诚的，足慈悲。伊一直亲像咱多主族的人的堂主，伊嘛是啊，啊都是安尼善事一直做，啊，甲来因的董事长。嘛，伊个地主，伊个囝，伊都是安尼直直做。那拜母娘的人无私心，无一个私心，吼、哦，就是讲你个经济好，你会当甲母娘做啥物，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姚德金庙团内底，咱过去伫电视台中视有搬过三十几集的这个。哦，姚德金庙传的。姚德金庙传，嘿、啊。所以咱拢是。无病的所在啦，吼！你今仔你要做什么代志？你家己就是去负责来担起，去做这个代志。总之，你拄仔讲迄落雪落甲安尼到遮遮尼关键的，都足足冷的。不过尾仔听讲飞机袂飞是，听讲母娘有互你安排。对啊，你等来时阵吼，母娘的时阵就讲吼，飞轮机袂飞哩，袂安怎等？迄个时阵是坐火车。过来西安这边吼，伫迄个西安迄个机场遐吼，啊，根本人伫遐等一礼拜，飞轮机拢无飞吼。哦，有个人袂一礼拜拢。一礼拜拢无飞。嗯哼。啊，咱嘛是爱等啊，让别人大先去爱等，咱爱等。母娘讲哦，咱要坐飞轮机，伊就叫我讲，叫人去，我叫人去摇一杯水来。母娘讲叫我摕摕，啊，把迄水，把迄、那个。安尼，三，休息嘞吼。二十分飞轮机就讲飞轮机几点要飞啊？哦，这厉害。啊，遐很人吼。哦，最，无你个姿势啊，最休息的，嘿。嘿，三进。三进。三进。我都为天顶看个休息嘞。嘿。一下都。母娘的华护着他的身。啊，哈，做母娘的华丽。所以是母娘的这个观念嘿。啊，因为母娘吼，伊嘛唔敢讲出世的囡仔。他三个月抱去，啊，老的九十几岁，几啊岁，这侪人啦，搁像因遐安尼伫遐点五工啊，咱哪有会当会当？所以就是母娘慈悲，所以母娘真慈悲。嘿，咱大家那讲，你坐飞机，咱回来对不对？嘿，好好会当拜母娘吼，不管是你的事业啦、你的家庭啦、你的身体，你都会足顺。嘿，好好。你告诉听，所以吼，你看吼，甲拄啊过总书记讲吼。那个母女，那个所在冰天雪地呢，所以吼是种上西边的，吼啊，咱台湾啊，佫有一个东华帝君，就东王公啊，伊就是在东边，啊，但是吼母女吼，伊吼住遐吼，这个昆仑山啦，所以讲昆仑山就是那就天挑啦，要去你天顶一定要经过昆仑山，所以莫怪贵总师讲吼，好，那个所在佮寒天时啊时吼。迄种吼，拢落雪啦。啊，但是足趣味的就是讲吼，当时啊，这个道教创立的时候，伊原来有妖帝金庙，吼，啊嘛有东华帝君，所以吼，这个道教内底吼，这众神内底吼，但这女神除了吼，这个后土以外，吼母娘吼是上出名。所以香火较会遐尼旺嘛。对对对。较少嘛是讲吼，即个道教神内底吼，讲母娘吼，用头都摆咧上头前，吓，
伊伊讲上头，咱历史交一寡古册顶面写迄个母娘救救人救世，迄个神迹敢真侪东西。哦，真侪，因为这吼道经内底拢有这方面的经典。嗯。所以吼母娘的这些吼，那是自古以来，到即马拢安尼。嘿。哦，迄几啊千担啦，几啊千担。所以母娘就真古早的拢救真侪人。哇，我迄阵，甲伊在搞发掠，迄阵应该是六十几年吧。哦，对。18年吧，来来搞我掠的时阵，才十几年。我来搞我掠，我就甲伊讲，我拢唔捌你，你卖来搞我找我，我逐天拢安尼甲伊讲。阮家无神位，无一滴脏香，无一张金纸，你找我要创啥？你听，啊，伊就逐天时间也到吼，暗时啊六点过吼，哇，哎呀，就开始人，啊，迄人唔是我去救的，伊家己吼。诶，拢会走来，从迄下溪老，以早迄下溪老区一病吼，大家拢知影，迄一个病落拢无药医，安尼吼，毋知伫迄眠床多几年吼，啊，阮较早是无身位啊，就一块桌啊细块，啊坐遐办代志，啊落落，迄灯光啊插香落落吼，大家拢一包水安尼烧烧钱安尼，洗起来啊都还。旁等的，我们那时都在吃。哎，三天，第三天，迄、那个老伙也好起来。哦，就好啊，病就好啊。迄、那个下过几十年，下过卡久，根本都无法度医。会结合，你听有无？啊，我是平常这个话我不爱讲啦，我嘛感觉讲，咱当处长吼，处的这个公主伊有心，啊，让人知影讲，咱拜母娘的人吼，无贪，袂使贪。哎，一定爱虔诚。哎，阵啊，我嘛戆戆啊，袂向拜，啊，就叫人去买香，买三支，叫人买金纸，买安尼一支，啊，买贴符，要安怎贴？嘿，咱嘛袂用贴符。你不能我甲你教。嘿，买啊，伊就讲，迄红花果摕来，拿啊，要对遐摕红花果。你古早咱也无咧做粿啊，啊，伊讲，啊，明仔载爱去买红花果，吼，啊，金纸搁买。金砖搁去买，也是刚刚买迄三批，买几批，啊，搁去买香，嘛买迄三斤香，都是较早都无咧拜拜啊，嘿，无咧拜，阮家嘛无拜，无拜哈，不过母娘就是选到你同好个呀，所以即摆上山所谓当个变做全台湾母娘的这信仰这东西嘛，应该是咱自细汉就是足乖，啊，足聪明安尼。我有看你有拍一个影片，就是讲你的真心话嘛吼。其实我总是就虔诚了，就讲足慈悲的啦。从细汉，你阵爸爸咧甲你教的时阵，我看足感动的讲，你爸爸讲要过身进前，有人来借钱借米，伊嘛是拢互人变变。我听讲尾啊，伊要过身的前一天要做，讲叫恁做了啊，人欠少的拢甲收收了。拢收着。因为你即马讲这，我会使讲，嘛会使社会人吼。做一个好的榜样去行去做，阮老爸较早，阮是太平山大过，啊，苗栗住万里，啊，遐是山顶，去南势那山顶，阮老爸拢做木材做足大，啊，伫太平山是做耳朵去做足大。有一天落山，我伫太平山时，要落山时，阮老爸。就要落山，讲要带我去山脚看看。我生遐侪岁，拢无我带我去。去的时，伊讲吼，问迄过材料的人，问讲我做几啊千支茶落来，啊恁茶放下。伊讲你落来一支，人就卖一支啊。阮老爸转去的时阵吼，去用暗食饭，甲三十几个人工人讲，咱这个工程吼，我要到这结束，我不爱做。伊讲吼，咱台湾伊落去是宝，台湾人无老，拢袂掉。嘿，阮老爸迄个时阵，伊是足忠的人嘛，啊，伊就转去转来，遐工人讲，我若伫台，伫遐，遐有搁找头路好个吼，我会叫恁大家去做。较早的人要食这头路足恶嘛，拢是阮老爸咧饲，安饲规日。所以总是爸爸以前真细汉，我有咧甲你教啊一寡，因为我足自卑啦，啊，所以母娘开始找到你啊。啊，就亲像伊即马当处长共款，当处长共款，老爸做好，老母安尼去，今仔日这个事业遮大，伊他妈妈有这个庙，已经咧甲母娘奉养，就是共款意思。
玉盆堂主、堂主交这个当当主的这些公主啦，就有心的，即摆这个成这个成立咱中华这个药师新闻的这个，啊、这边在做这个节目，就是要咱庙的过去，咱庙的就聘请来做咱的委员。哦。啊，伊的布啦、衫啦，也是出钱，伊拢是安尼出钱出来，就感恩伊的。所以等下好啊，请教这个，这个陈陈陈堂主。做人基本爱善心善良。来，你到时要补充吗？所以哈、哦，那大家注意哦，哦，郭宗师的哈，大家像这样山东起山，嘿，啊，所以哈、哦，咱讲吼，朱慧登，哦，啊，讲起来真趣味，因为民国38年，女牛朱家新罗在花莲结案啦，嗯，哦，啊，后尾，哦，因才分作哈，这朱慧登含县安乡。哦啊，所有主妇等于地主拢穿这种青衫，哦啊，县安江就穿黄衫。讲起来，迄、那个苏烈东哦，苏烈东是一个浙江的少年啊嘞、嗯，哦啊，但是迄阵哦，人去花莲哦，咧赴计时哦，工的时，好、哦、啊，伊嘛是去带去分流哦。哎、啊、哎、啊，起来时讲，嗯，啊，今日娶拄到这个哦，这个大母神是啥物神？迄阵都开始无人知呢。哦，啊，落尾几啊遍了哦，他们讲哦，啊，当时啊，就是西王庙，哦，瑶池金庙，所以落尾吼，讲起来是吼，这个武林和台湾的概念，其实是一个基建的，哦，因为大家无想讲，以前咱台湾吼，较少人吼，拢大部分落福建来，拢啊拜什么保生大帝啦，吼，拢是拢妈祖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以前台湾吼，咧拜吼这个。要的金庙真少啦，干咩哦？这个先天堂吼，伊有一本经叫做《玉露金盘》，啊，所以即卖吼，这个朱慧堂吼，伊所出的吼，这本传内底，吼，伊所写的吼，这个事情吼，其实加减含这先天堂诶有关系。啊，但先天堂伊嘛是拜无生老母，嘛是拢老母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一般人讲，哦，迄母牛不但吼、哦、母牛这样历史有渊源，啊，讲这母牛吼，那生南边、生南边，迄特别有一个味啦，哦，那是讲迄大母神烧香，哎，所以讲起来是迄条有条历史渊源。但是啊，你台湾吼、哦，伊嘛是讲英时英文吼、哦、都要发挥啊，哎，所以来，迄阵在台湾的时阵，就是讲母牛要配色开始一个。对啊，因为阵啊吼，都政府吼为台湾、为大陆撇撇到的台湾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吼，在台湾时，迄时啊风雨飘渺呢。哦，迄阵管中国嘛管啊较严对。啊，足严的，所以迄时阵哦，哦，你想要办一个活动嘛，无简单的。啊，所以迄阵吼，讲起来时，啊，讲起来，原来拢讲应是应有人帮助啦。所以迄阵吼，63代天书吼，讲嗯，啊，但是这个诶。要的金庙是阮道教的神啊吼，所以吼，你这不是一般的这个吼，什么教派哦，所以吼，你政府吼，你要温存吼，会当办活动。所以当时吼，诶，伊阵啊吼，要戒严时代吼，要聚众，那是足无用的代志。但是哦，迄阵啊吼，63代刁文博天书吼，伊讲出来面是该挂保证烧香啦。啊，所以落尾时阵，既然有天书保证讲是道教神，这不是一般迄个讲啥无正当的神，啊，所以阵啊吼，政府吼唔到信任，啊，是落尾，这个吼所有的这个朱慧堂，甚至县安宫吼，拢吼登记的这个道教总会、道教会、道教总会，啊，既然登记的道教总会，迄就是讲有正式政府有承认嘛。这是足关键的时，伊差不多短短吼10-20栋内底安尼，为安尼开始吼几间尔，落发展几百间、几千间，表示讲啦，迄个时阵啦，迄个时段啦，台湾风雨飘渺，啊，这里吼美国的文化嘛，对吧？哦，啊，咱固有的文化要安怎维持？所以这里吼，这里两东西文化安互相冲击。这个时阵啊，母牛伊就代表就是呐，咱的文化传统。所以你讲母牛这文化交信仰的这么侪，就是因为一方面真兴对不对？真旺，啊，一方面你讲这个伊的教育用重家庭嘛，对，重孝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西方的文化带伊来啊，所以我们得讲应时应运。
对啦，都啊教授在你讲啊，但是应试应问嘛，这方面就是讲，包括宗师因拢足努力的、足坚持的。啊，每年我真兴，这方面就是讲，这个教育，咱重视孝道啦吼，传统的这个文化，对咱今麦台湾人嘛，足足重要的。平常礼拜要伫金庙的家庭的囝儿拢真乖啦。吼，啊，若是讲家庭无乖的囡仔，还是无好气，伊拜了后，伊嘛感觉讲是拢改变啦。嘿，这是为咱的国家甲社会吼。甲咱的政府做足多代志，啊是咱家己的政府吼，唔知影讲，这个姚地金庙伊的这个历史甲由来，为国家社会这么正爱需要注重的所在，因无去了解。所以包括咱做这节目嘛，就是孝道加这个家庭，非常好啊。所以咱的何讲叫做祖先，嘿，祖。就是讲，祖就是讲，迄个字，祖这字字就讲，祖心就是这个心，啊，这个心吼，迄开始吼，迄是一个安尼显理，显理就讲，人初发心吼是安尼足微小的，你这个显心虽然是真小，但是你个弘扬，哦，迄一张吼，一张一个叶，也变成一张。幼苗，我变成大长青啊！显心嘛是修香，初发心虽然是讲善，不以善小而不为。虽然一时吼真小，但是你慢慢发展，就那就长青啊，安尼为世长发大长。甲拄啊，总是咧讲就是安尼，你人有这个发这个显心，所以叫做祖啊仙，祖仙祖仙吼，这是吼讲起来甚至。道教的精神，还是母娘的精神。对啊对啊，咱都啊总师都啊讲的真重要了。就是咱有些信念嘛，对不对？信念，啊，佮母娘这個精神，重孝，重家庭嘛。嘿。啊、哦，但等下我要好啊请教总师姐，当初你讲迄阵母娘找你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过程到底是安怎叫结缘？好、哦，咱休困前，等下好来请教总师姐哈。咱、哦、马上回来。啊，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田中朱义正，朱义正在讲，今日真荣幸啊。就受邀来到咱中华姚地金庙慈善会母娘慈悲这个节目，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来分享母娘救世的心迹。在这希望各位师兄师姐们，咱大家斗阵来奉献护持，为母娘感谢中华姚地金庙慈善会，感谢大家母娘慈悲。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桃社中庆慈惠堂总干事刘志玲。今仔日足荣幸的有这个机会上《母娘慈悲》这个节目，会使透过电视台来分享母娘救世精神甲故事。而且希望所有的师兄师姐，咱做伙来奉献、扶持为母娘。感谢中华姚地金庙慈善会，感谢大家。母牛肚皮我喜欢母娘慈悲吼，拄啊，我总是交这李教授来讲，就是足重要的这个代志，因为就是讲母娘这个精神，就是爱慈悲，爱重视家庭，交这个孝道啦吼。啊，拄啊，佮讲着一个足趣味的，即嘛足侪观众朋友也一定想要知。吴总师，你拄啊讲啥？迄阵母娘来找你，你阵无信心哦，迄阵是安那找着你？安尼，就是，因为我是有家庭，我唔是无家庭，啊，我有事业。哦，以前在做事业，我家己嘛有做事业，做真侪事业，是汽车的保养厂都已经有开两间店啊。我两间一个爱闹闲，闹闲，啊嘛袂晓，啊就人讲要去下岗，迄神要去进香，我就招我去，啊我就讲好啊好啊，我也袂晓进，啥物叫做进香去，甲人去，啊去啊半路。伫个庙里遐，哦，唔知伫跳啥，啊，搁会讲话，啊，唔知伫跳啥。第三波牛，母娘来护身了。哦，母娘。一年忌讳到了。哦。第一次。啊，这大水要过，足大，啊，车袂使过。
迄阮丈妈无法度摕，啊无法度进，啊无迄个母娘就甲我讲，较紧过去，一定会过，啊过去就无留去，一代车无留去。叫了帮了，后来他过了桥就。哦，你车是冲过去，那个叫了叫了，等一下，水就冲等。一股力量，母娘说赶快过，水很大。然后他们过了之后，辛苦是你辛苦，你要救一车的人的。你宗教奇迹，这就是母娘伊要来护身护保护家己，大家安尼。啊，迄阵阮家还阁无路嘞，还袂有雨。啊！迄路都无，连路都无去。拜拜，有路啦。是路，也无路，也无路。所以你阵无信心嘛，阿妈佫无路找到你啊嘛。啊对哦，救救了，用牛铃杆啊，牛铃管啊，牛铃管啊，哦，你讲红砖。安尼做香炉，做香炉，安尼开始，都安尼开始的哦。为啥开始？哎，足困难的。啊，所以母娘救一车的人，啊，尾仔就希望你会当替大家带。啊，尾仔吼，转去阮家。那暗时啊，差不多七点，哇，嗨呀，嗨呀，过来呀，过来呀，过来捏捏啊，啊，有心，就过来会跳啊，那敢会讲代志安尼是？母娘嘛，无凊彩找人个呢，是找个你较好个，较嘿，伊较愿意找呢。啊，来个时阵，迄暗时来吼，啊，迄厝边隔壁大家唔知拢知影安怎样，啊，暗时就安尼规条迄。迄厝内吼，迄巷，你遐较甜甜啦。我讲恁是要创啥？阮家遮话，恁阁遮侪人。哦，破破病要来拜托你家医。嘿啊，迄常常迄古早人迄下街那区吼，会多你讲肺结核啊。迄个拢袂好，几十年两个翁仔要拢倒眠床，拢袂好，无食啥，无尿啊。迄阵也无金纸，金纸阁买两三张啊，就讲。安尼一分一张啦，伊较艰苦分一张，哎，画画咧，唔知咧画啥，画画好伊，摕转去，那阿某讲过只，天光听因囝讲，因爸甲母啊拢会叫啊，啊因遐囝甲爸母，阿个讲惊讲，啊是真诶啊假会叫，我去听看，讲，哎呦，我著较久无我食，恁妈创一个物件来互因食，因遐囝哦，大家拢跪喺面床头。大家拢在遐哭，阮这应该爱死啊，那无死，还佫会活长啊。嗯，尾啊，佫食几啊年，两行啊无人。我身体就好起来。嗯。啊，所以大家是伫保持保持，来你这人愈来愈侪了，对。嗯。啊，阮嘛无啥，阮家也无半行啊。嗯。哎。就是无人敢医就对啦，哈。嘿嘿。无人敢。贵总书记，你讲一个讲，即卖吼，即个香山，即个智慧堂。含你本来住迄个所在，迄阵啊，你是安怎到魏军的住的所在，啊，就前到看到即马一片地安尼。你讲是进前听讲是人伤济嘛，厝的人伤济，先去你讲去香山慈惠堂这地理进前。后来嘛，还佫先去新安街是毋是？嘿，新安街是一个老和尚吼，伊去咱遐拜阿妈，妈那间有破病啊，无好，一八十岁啊。阿伯也讲，母娘甲伊讲，唔免吃药啊，我遮若有幸福吼，你来水药啦，阮咧食两遍就好去啊，迄老岁啊，啊好去，伊讲啊可怜，迄甲人做诶嘛，迄食饭厅介细间，伊讲吼，我来找啦，找咧中村路遐吼，有迄古早厝倒落去哦，来看伊做咱修理也是安怎，阿伯也就。做咱收做伊，啊做伊拢许阿伯啊，佮一个党个两个去捡钱，啊去起，迄阵起遐嘛讲开就要1,000,000安尼。算老娘叫你家救，啊救了伊就发愿发心得了。所以你本来是伫厝个，基隆路遐、基隆路遐，啊尾仔所以才去平安街遐。啊因都遐起好，就甲老娘刷起安尼是吼。啊所以即人吼，所以神吼，你也袂当讲不爱神伊啦。主要你的时机到，你有这个运，啊，先不母娘就来去。哦，拄仔总师讲到这个平安街一段的这个历史，进前这个母娘这个文化祭嘛，有去翕这个影片嘛，对不对？让大家观众朋友来看一下，哦，足侪信徒，迄种总差不多70-80岁嘛，哈，拢老信徒啊，老信徒，还足，还佫足怀念迄阵，足感谢母娘家这个总师迄阵来斗三工，好，来来来看一下。
过年，拢有来吃油粿啦，到这来，逐年拢有来吃油粿啦。这久啊，敢头一届来吃举行的，敢头一次一只。少年伫遮，我是常常来嘛，伫遮啦。上山我是较无食尔，较早是食的，食食。阮大家拢伫个后路啦，阮大家用往生伫啊，毋知。阮大家拢伫个后路，袂歹啊，这母牛袂歹啊，母牛不连干的，母牛连干的。较早阮小孩子小都会带来收收家，母牛很真连干的，真旺。真保庇我们，全家大拢平安，身体健康。有哦，敏感啊，爱怎表示拢无咧提钱啊，无咧共提钱。哎，我专工来，专工来。啊，你今日拜拜后有弄脚卡无？有哦，弄脚卡无，通啊提物件，搁平安币当。哦，平安币是。食大家平安的啦，这拢母牛。母牛猪皮发的嘛。哦，哇，啊，这包真好呢。哎，这吃了大家平安。大家平安。哦，总是我看大家用那个足怀念、足感恩以前，恁家你办事以前，跟斗相共。我看影片顶面，啊是遐侪人拜几拜，拜遐侪人，你都跟蒙头是代表啥物？我是代表家人家厝，因为我无家乡嘛，啊我无提物件，我就是用我的手，甲因大家吼，说说的，啊甲因打，甲伊的，无好的气，甲伊提。哦，无好的气就拜掉就对了呀。啊，是加持，加持的对啊。哎，总之我看，即摆影片咱时阵访问差不多总七八十岁嘛吼，就是平安街阵去问事，你甲斗三遐个。即摆即摆在人，即摆拢转去了了有咧斗三工，包括囡仔拢有来咧来。我囡仔会拢会来，哎，囡仔会等。哦，咱拢会等。嘿，啊，有诶老诶嘛，老去啊啦，时间啊久。啊，好，阿母娘对我咧讲啊。万外人，迄阵就万信徒就万外人啊嘛。啊，尾啊讲所在佫无够，对不对？位厝诶到平安街，拢无够啊。啊，无娘迄阵就是安那甲你讲即个，即摆目前上山即个慈惠堂即个所在。无，迄阵阿妈是佫共租厝啊。啊，我就一直想讲啊，无娘无来找一个所在。叫阮一个信徒伊在烤青草，啊，我甲伊讲我要找一个山。来甲母娘起坐，伊讲吼，我咧烤青草遐吼，有一间庙啊，听讲要卖，我来甲问看，讲是要卖。啊，伊迄咧拍拳头的庙啊，我昨呢甲问伊讲要卖，我去甲伊讲啊卖，来他甲卖。啊，迄阵卖，迄是伊嘛是一个宽里搭一个底啊，啊几个草安尼砍砍。甲买起来都。边啊有，就一直买啊，摊啊去那边。哦，啊所在无够嘛，买也是，包括听我说，每年原来伫，甲你支持，伫梦中内底有讲，即块土地，有画景，我你讲，互你看到几啊个清楚。嗯，就有个师兄跟他讲，就那个点，然后他去看之后说，哦，原来是我梦中那个。一阵是梦中已经支持几啊个。梦中有看到了。啊，对。哎，啊，嘛，我听讲迄阵啊去，迄阵咧，内底拢连路都无，敢毋是？啊，迄边去，迄阵那边后面足辛苦的。我就是路家己开吧。路爬啊，套路，路遐较早是大沟、大溪沟。大溪沟。嘿。啊，路边啊开，你迄阵啊咧？我就是等路，就是。想办法。想办法。哎，我听讲，迄阵你家己。大队对不对？来做初步工，啊大伫迄个工寮，大工寮，啊嘿，啊去当地风台，你敢甲大家讲，迄阵迄规个建设过程是安怎？真、欸、辛苦。哎、欸，真辛苦啊！从迄一寡少年家啊，去甲斗做，斗暗时斗打啦，啥暗时拢啊二三十个去打物件去啊。用打呀、啊？用打。嗯，我听我这。用刀、刷石啊、打石头啊，大行拢用刀啦，所有的物件拢刀啦，嘿，啊水吼，我着爱去山顶沟内底用水，水管去偷水，水管用水，啊日头若炎吼，水管着补去，着无水好食，啊着爱搁去偷，啊阮迄内底迄山内底吼是蛇，较早是一个蛇穴，啊迄蛇足大尾。这等，哇！所以一面咧做足辛苦，一面佫有当佫等着大尾蛇。足济，
伊有一个县啊，伊是抓县，啊，拢伊拢伫遐土地啦，伫遐住。啊，我嘛感觉讲，咱每一个人吼，不管你是去倒位啊，做啥物代志，伫遐发展，迄个所在一定是有一个真正有迄个所在。就讲，咱孙大弟去遐去庙的时阵，虽然是家己的地，你家己一直要想啊去遐嘛是过去有一个遐，你今日。母娘伊较互你去个遐，哦，遐原来是有地理好个所在个地，有啦，奶奶或者当做你包枪了。母娘母娘要大个店，都是他自己找的。哦，迄个店是母娘，伊这伊伊这位嘛是母娘找个啊，不是一样，两个是的，都是有他的，他要找的地方。嘿，所以是母娘选的，啊，问题是迄阵规粒山，你讲路无，咱家己开路嘛，对不对？啊。你家己家己担哦，家己担。但目前的大转弯那边沙石啊，拢落去遐。大家暗时，大家拢一二十个拢下班啊去遐斗担。阮两个都担着。哦，伊早时还去上班嘞。对，啊下班了去。担到十点外，暗时十点外。嘿嘿，啊，安尼起落骨，我起起来，今摆上山上山十个。起哦。可能我嘛爱一两担矮哦吼。妈哦。我之前先打打诶，帮他。之前先打剔除铁皮屋，哎，就是大家斗上干嘛，啊，无就是总家己带铁皮屋，哦，啊你会开遐是，你出面头尾讲有啊，你带搞起庙，啊拢嘛加减会讲闲话啊。要开路，要开路一铺地要该买三万，一铺地哦，一铺地无介大，一铺地就是就是要开路啊，一个地无啦。一铺电了，啊！佮有听讲，迄阵去发现地主真侪，对不对？但遐地主，遐地主要愿意担头的话，我真辛苦的。啊，你安怎甲感动？买安怎有办法？我讲吼，你若讲买遐地吼，正经，咱一家在座的人哦，拢是先天，恁大家听着拢爱流目屎。嗯，迄是非常辛苦的。即嘛吼，若听着阮咧要做法会，也是总统。要去，迄阵总统会定去咱山顶。嗯。嘿，啊，总统要去，想要去，哦，遐地主就拢规定带遐去甲，啊，阿扁也知影啦，知影讲地是恁的，但是恁遮恁就无可能去起厝，还是讲要去卖相啦。啊，意思是讲庙若要用，恁就袂使，哪敢讲卖庙啊？啊，尾啊，就一粒一粒该买啊，一粒一粒买。哦，啊，二十块，一粒一粒，尾啊，拢有弹头的。啊，就是伊爱钱啊。啊，所以迄阵嘛是足侪咱的信众捐钱，做伙出钱，有钱的出钱，有那个出那个。到出钱，像阮大姐嘛是拢到出钱。哈哈哈！迄阵也未熟悉嘞啦。大家拢是真，我也未知名。进庙摸门的时阵，大家拢很善良的啦。嘿，嗯，咱总是伫咧娱乐这个陈堂主，陈堂主家己公司，公司即摆特别成立，咱今仔朝先啊做这个节目，就是要成立这个咱这中华这个药师金母这个慈善会嘛。那因为嘛讲这个节目，互大家了解这个母娘的这个慈悲，啊，母娘迄精神啦，孝道交对不对？孝道啦，这个重视家庭啊出来，咱规个台湾就去较和谐了嘛。好，我就常常听郭总师讲，伊讲伊的苦。吼，阮后壁遮人看袂到啦，三个水光吼，都无够去，讲伊流的目屎啦，三个水光都没有办法转。是安怎？迄边一面坐啊，尔遐尔艰苦。非常的辛苦啊，拢用皮肤啊，共借钱，搁用讨钱啊。起庙嘛，共借钱，搁用讨钱啊。哦，迄阵啊，断掉啊，没有。啊，现在啊，一开始无钱啊。较早咧，今咧拜母娘是，咱有，阮有咧做头路，但是古早的头路毋是。不是像即马，是像即马企业啦，无同款。开始无钱啦，啊，总共就是讲要去遐拢双手去背来，家己去学来。我感觉即马想到迄个画面，总师啦，交副处长做恁安尼，迄阵安尼担迄个沙石啊上山，哦，听讲还佫有较辛苦的，讲啥物路无足无简单起个，对不对？结果听讲风台来是毋是？水来，水来哈，大水来。甲迄条路拢流，拢去流去，啊，去顶来就对啊。迄来，迄做一摆做爱300几万。安尼，看起来是，看起来这个过程吼，咱大家拢知影讲，即摆上山慈惠堂是规个母女信仰这个中心嘛，大家拢知影这个所在。嘛，我咧
拄啊总书记讲，你看这个过程，去的过程到底是无辛苦的？讲过特别风台哦，吼，咱歇困一下，咱待会来请教这个总书记，咱歇马上回来。是看母娘慈悲吼，拄我听总书记讲，我足感动的。迄阵咧起这个上山厝的，恁家己去搭搭这个沙石啊，啊讲哪个断着大水哦？哎，袂安那，还足危险的。大水路甲做好，大水来，规条拢流掉，搁做一遍，就是开拢爱几啊百万嘛。你要做一个路，要桥，哪有遐讲几十万啊？无可能的，一摆拢几啊百万。所以上面辛苦，危险。啊，都冲一届就了几个百万百万去啊！母娘讲，那无流吼，无冲，你唔知影做代志的人唔知影，人路做好互恁行，恁无爱惜，所以恁即马搁冲掉去，搁做恁才知影爱惜。但你过路，你拢唔知影，无感谢遐做路的人，教书有。哦，所以母娘迄阵蛮有支持的对啊，算一个考验。嘿，伊讲。不要紧，老去不要紧，赶快搁做。嗯，若是搁做起来，啊，无做起来你无好行，无好过也袂使。啊，听讲迄阵欠钱足侪哦。欠真侪啊！迄阵啊吼，咱嘛较无实工作室啊，啊，有时啊，甲一半间啊公司的头家娘有去伫咱遐拜拜拜祭，嘛。那个靠盖恶少啦，我感觉讲人上好唔好讲借钱啦，吼，希望大家吼，啊，恁有钱哦，咧做人咧做功德，你会使摕去布施安尼，主动去布施啦。嗯。啊，咱迄个较早伫山顶买料啊，迄较早咱嘛无较无人知影遐。啊，所以说无钱啦，去借钱去上山慈惠堂。系啊，系啊，系。那是咱。嘛，真勇敢嘛，迄都应该是讲叫钱，袂讲无含义啦。嗯，像阮听讲，那总是会家己的信用贷款啊，厝的第二啊，讲那个听，那个一寡家己亲戚的厝啊，兄弟姐妹厝个提起贷款。哦，你连兄弟姐妹亲戚的厝拢提起贷款。嘿，啊无，你工程第一次吼，唔是像即马讲你找无头，哎。迄头头啊做无工人，迄工人足多嘛，啊工人足多爱食爱用爱困爱工资，迄哎呀，较早的时机唔是像今啊遮好嘛。嘛，我阿凯也足感动的，听讲你自从要欠钱了，对，欠啊严重。嘛，我恁讲，嘛像咧关车，迄阵还搁咧关车，叫我遮关人是。那有人安尼，无欠钱啊，搁借钱啊，搁咧关掉车。我上山的时阵吼。阮一台车为美国原装进口大台，伊是爱车底开刀嘛，就是爱伫美国买台湾的袂使。啊，我一台美国直接送进来。啊，为着是啊，老牛只是讲爱去挂一台车就去啊。唔是，一金门的人来给我讨。来讨。啊，我讲我家己做善的，我无法讨。啊，对啊，你个无事啊，你个咩？伊讲吼，因叫我，我一定爱甲爱护。无好伊袂使，伊讲因遐人足可怜的。阿边啊，伊就无钱啊，你要安怎管？搁是去借钱去管啊了？无，我转咧吼，叫我一个朋友为美国甲订车，直接送金门去。金门有送转来遮，互大家看一工，啊，就搁驶走转咧，准则载去就去金门啦。啊，迄阵有去台车的时阵吼，应该金门救足侪人。到尾啊，因病院有病院啊，迄台车可能就较无用，迄可能几啊年，用几啊年。你金门建地时阵，啊，迄阵啊吼，迄个分部迄医迄个金管部的迄个医院也未用啊。你但是你有需要，你有这个吼，啊，这个救护车佫先进的啊。大台。大台对。佫伫内底开刀，迄救到拢是。内底现开现挂现抬，啊无要安怎？
所以不怪大家遐尊敬总师，你看以前欠钱欠啊安尼啊，要救人嘛是爱来去做，所以气病我真好咧。我哈欠钱，搁会当关救护车都气病好啊。母娘讲，咱吼善风善善事一定爱做，善事一定爱做。对啊，我顶礼拜去恁上山慈惠堂看，我看今麦嘛搁在关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在搁在关着。今麦关台湾啊，还是拢台湾的啦，金门关。朋友关啊，嘿，那像我看像差不多一当拢差不多关五六台救护车，拢有。五六台，对。金门嘛，旧年那个关一当。嗯，还佫一个足特别的所在，我听讲迄阵要去这个松山慈惠堂先，迄阵大殿还袂起好，某人就只是讲爱先去图书馆。图书馆。我就有敢讲的，迄阵是安怎？因为迄个时阵啊，迄囡仔吼，要读书吼。无所在啦，嘿，哦，啊，过来吼，伊这个租吼，迄阵啊，迄个图书馆的设备吼，拢无遐齐全，啊，所以吼，当时贵总是讲，啊，咱遮吼，但可以，啊，是啊，囡仔嘛会来啊，哦，老大人来，啊，囡仔嘛来，囡仔了了，一个图书馆吼，啊，大海当自修看书，哦，即种教囡仔好啊，对无？所以说足趣味的，伊呐，先从这个图书馆开始。那个图书馆开始的时阵吼，所以跟董事长今嘛过少年，会当做足侪好代志。那个图书馆是救台湾全省吼，国外国的毛来台湾读的，都拢伫咱图书馆诶读真侪啦。迄阵图书馆坐一千几个，逐工拢客满哦。哦，千外个，逐工拢客满伫遐读册啊。嘿，足大诶！我当初买桌啊，我着买一千张。伊啊，这个我买电的，平的啦，较济拢用电。啊，惊讲因坐几工，迄阵啊无冷气，迄阵无冷气，啊，就有电风安尼尔，可以。啊，我嘛感觉讲，啊，囡仔甲要用吼，咱就小停一下，要做大需求的吼，爱紧提一个小停一下，甲图书馆规心甲做好，嘿，啊，图书馆。就当做。哎，嘛，古人碰瓷，人啊，起庙拢大殿先起啊。你阵是安内想，你讲图书馆比大殿。不是，母娘讲要去图书馆。不是母娘之前。美丽的伊真慈悲，啊嘛真真正爱去甲社会吼，即所有主题吼，有一个安。嗯哼。咱像教授你即言的，差不多介侪拢伫咱图书馆读的。嘿嘿，我看包括一挂球员，伊来去为伫中南部咧拍球，带领伊啊。迄阵啊，伊布党吼，就图书馆啊，有诶，那讲迄阵林安武教授是讲，伊讲诶，我要来考研究所博士班，毋知会了无？伊嘛是去问母呢，啊伊吼嘛大遐看书，认真读书安尼，所以后尾伊考掉博士班，后尾搁行完，搁去遐讲。讲多了呢，伊即卖暗时还搁咧讲，伊哦，遐尼侪人吼，几啊千人吼，恁安有上届，哎，有哪艰苦啦，啊，都有迄善念真好。原来这个上山慈惠堂，除了慈悲以外，帮助这人，都话讲真心啊，连教授即卖都拢帮助有对啊，对不对？金门拢救护车，囡仔、少年啊，啊，即卖因拢咧社会上拢有成就啊。嘛有做个教授，伫社会上拢有名望人，拢迄阵拢大迄图书馆啊，读书出来呢。迄阵一只伫遐出去的人太侪咧。太侪。你就是因已经是考迄个高中拢过啊，爱考较深的侪样拢伫遐读。真侪啦，法医啦，病院医生啦。啊，教授啦，足侪啦，嘿，法院的这个法官嘛足侪啦。对，要考高考啦、普考啦、高考啦。拢遮读册啊！啊，你还有一个自修的所在啊！哎，伊迄时候足安静啊，大家吼学生啊吼，虽然足侪，但是拢安安静静在遐读书，所以造就偌侪这少年的人才咧。不过大家也尊敬这个高宗师，啊，这个松山慈惠堂的这品味这样哩，还有足侪足感动的代志啊！咱休困一下。后一集啊，好好来请教这个总师，要做些感动的代志，好，那我们下期见，
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中港慈惠堂堂主郭阿梅。今仔日真欢喜，非常的荣幸，有属于母娘的节目，会当和咱大家来分享母娘济世天下事迹。希望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来做伙奉献扶持，为母娘感恩中华。要伫金庙祝贤会，感谢大家母娘慈悲，母娘慈悲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希望大家支持母娘慈悲这个节目，让这个节目能够经由这个母娘的这个教育文化知识，来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。谢谢大家，母娘慈悲。